第七，你看这个图哦，那我们先看这个图在讲什么。上面这个小 A 跟小 B 是 DNA 的双股，然后这个小 C 是 mRNA， 哦 ，DNA 转换出 mRNA， 然后转换出这个是多肽链，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叫多肽链。好，我们看你们问的 B 选项，小 C 是由聚合酶在细胞质中将游离的核糖和苷酸结合而成。我们把对的写出来哦，是由聚合酶没错，这个聚合酶的名字叫 RNA 聚合酶，这边对，然后把核糖和苷酸聚合起来。不是去氧核糖核苷酸，是核糖核苷酸，因为做的是 mRNA。那为什么 B 不对？错在位置。转录发生在细胞核里 ，DNA 的复制和 DNA 的转录都发生在细胞质，所以这一题跟你讲它是真核细胞哦。所以我现在画一条线，不用画了，这直接写这边在细胞核发生 ，DNA 的复制跟 DNA 的转录在细胞核，那蛋白质多肽链的转译才在细胞质。好，所以这里是位置写错了。好，这个转录发生在细胞核，不在细胞质，所以 B 不对。好，一选项哦，小猪是谁？小猪在这里。好 ，UGG， 它对应的是 TRP 这一种那个氨基酸，它的对应跟人类的对应是一样的吗？大肠杆菌跟人类一样吗？一样啊。密码子配对表又被誉为上帝的密码，全世界的生物都 follow 它，所以很方便。我们生物的遗传法则、遗传密码都一样的。AUG 都是起始密码对甲油氨酸，然后这个 UGG 对的是 TRP， 这是那个 tryptophan 叫做色氨酸，全世界都一样，这叫上帝的密码，全世界的生命它的密码子配对表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一选项是对的。好，以上是多选题第七题。